天的重点绝对不是颜色，今天的重点是让你跟着老师理解里边的一些用笔造型这个东西，颜色只是附加的，颜色出效果，但是呢这个还是得靠同学们多去画才行，重点理解里边的一些技巧，把这个理解到位了以后想画什么颜色不行啊，对不对？哎，咱们就在这儿啊，定好了这个花心，然后呢咱们先画上边，我这次改变一下套路，我先画上边，还是先定三组，对吧？左边咱一组，可以先画一个稍微短一点的漏风啊，直接自外往里漏风压笔，好，回过来回到中心一笔，然后紧接着在旁边呢再去填上一点点颜色啊，旁边呢可以把这个花瓣啊稍微塑造的就是外轮廓呢变化稍微多一点，所以你看我旁边加了两小笔，加了两小笔，但是它还是一个花瓣啊，还是一个花瓣，然后再接着往旁边来一个长瓣，你看跟咱刚刚那规律是有点贴近的啊，还是长短的对比，长短的一个变化是吧，咱从这儿开始再来一个长瓣，漏风高一点，好，回到中心，回到中心，然后紧接着往旁边呢我也是丰富一下它，丰富一下它的一个外轮廓，外边的一个造型，然后接着外边这里也是一样，然后你想让这个颜色的变化再丰富一些的时候呢，你也可以从花心往外去压笔，看啊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从花心往外去压，哎，颜色外边呢可能会稍微淡一点，对吧，让它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效果出来，就这样一个特点，这是上边的两个小瓣，和刚刚咱画的这个它的造型差别是不是蛮大的，对吧，这个就是不同的一个角度咱看到的这个鸢尾花它也不是完全一样的，不然的话你两个花头都画一样的是不是显得也是没有那么生动了呀，哎，咱们也是给它进行一下变化啊，好，接着再往后走，花心在哪儿，花心在这儿呢，花心在这儿呢，花心这儿呢咱们尽可能的留空，画虚一点就行了，你看这儿也是一样，是不是我留空留虚了一些，这也是因为鸢尾花它的花心呢，哎，大多数不是黄色就是白色，那咱今天画的这种蓝紫色花头呢它可能就是一个白色，所以留白就好了，没有再去点，没有再去给它刻意去点出来花心，但是你要留出来啊，这个花心还是要知道在哪个位置的，好，接着再把颜色调重一点，咱往下再来一个花瓣，你看上边我已经有一长一短了，下边我就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胖一些的，从这开始啊，花心那个位置往后压笔，压下来先，再来再压一笔，是吧，先压下来先把颜色层次体现出来，别的先不管呢，先把这个笔上的颜色层次给它体现出来，不是画不出来颜色变化吗，哎，那我们先做这件事儿，然后呢咱再去调上一点点的三青色，三青色少许，然后从这儿开始漏风，哎，向后压笔，让它上下呀有一个衔接，有一个衔接，把这个小花瓣呢，哎，通过几笔叠压的一个形式呢，给它直接呈现出来。你看啊，这是咱走了个小捷径，上边一压笔，下边一压笔，把这个花瓣呢，就整个啊这个大瓣的一个造型向下平延下来的一个造型呢，就给它呈现出来了。然后下方呢，可以稍微给它提个尖，稍微给它提个尖，然后呢，这个花瓣的造型就出来了，就这样一个特点。然后接着，这三个瓣和刚刚咱画的三个瓣不同，对吧？然后接着我们往旁边呢，哎，也是给它再画上一些丰富的变化的一些小瓣，哎，再加上一点曙红色少许，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三青和花青色，少量啊，少量就可以了。然后在这儿。这两个空间中间留空是挺多的，是不是？所以说呢，你可以画在这个靠下一点或靠上一点都行，它姿态就会有一些不同了。咱们稍微靠下一点啊，这几个瓣儿咱稍微大一点，压下去，好，回过来回到中心，然后后边呢把笔锋立正了，哎，虚一点再回过来一些，虚一点再回过来一些，这样。然后旁边呢这个位置也是笔尖点一下水，调一点点的曙红和花青色，从这里开始往后一压笔，再来变化一下，好，变化一下这个花瓣的造型，好难，就觉得有一点点难了，对不对？
这个呀，其实笔法上变化比较多，的确需要同学们有一定基础，你表现出来会更好一些。你现在难是因为你觉得，对自己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啊，哎，可能会想着啊，刚开始学，然后对自己要求会高一点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呢，刚开始学习就是先把老师讲到的这些个重点，就是笔法变化呀，这些个先理解了，然后呢，咱们再去慢慢的练习，哎，通过一些练习，反复的练习，把它呢整个掌握到手。咱不要刚开始就急于求成啊！这个学习中国画呢，虽然说入门门槛很低，但是呢，我们需要同学们付出一些精力，然后在里边要多去画一画，练一练啊。好，这样这个造型呢也就出来了。你看这两个花头的造型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对吧？虽然说咱们画的时候用笔方法理念是一样的，也是从重心这几个三个瓣开始入手的，但是呢，画出来造型咱可不一样。哎，这就是掌握到一个老师说到的这个要求、这个技巧以后啊，咱可以进行不同的变化，对吧？老师希望同学们啊，你的作品当中能够呈现出来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画头姿态的一个变化，而不是说所有的同学上完本堂课以后，你画出来所有东西都一模一样的，那对咱们来说这一节课呀也是失败的，对不对？说明同学们没有真正的掌握到里边的一些技法，对吧？好，再来调上一点点深色，咱把里边的一个脉络，咱也给它点一点啊，勾一勾。来，咱们也是自上向下，长长短短，给它点过来。所以老师非常希望同学们本堂课画完了以后，能够把你的作业提交上来，让老师也来看一看，来看看大家的一个掌握程度。这边呢，咱就从下边稍微深一点。哎。这样勾上去，对吧？点过来一些，随着这个花瓣去找啊，随着这个花瓣去找。你花瓣刚开始怎么画的形状，你后边点这个形，点这个，斑点的时候，你就怎么随着它这个形状去找，然后接着再往后走，再来，一次性画不好，可以反复的涂几笔吗？这个不叫涂，这个叫做复笔。复笔的技巧呢，其实老师之前在上课的时候也有给同学们提到过。这个复笔的话，前期就是你现在零基础、基础比较弱的情况下，老师不太推荐。但等你以后啊，就是技法掌握到一定程度以后，复笔啊就非常香了，因为它可以复出来颜色变化、笔法更加丰富等等各种效果。但现在，因为你现在基础比较弱，你复笔的时候肯定，这个造型啊等等掌握不太好，然后老师就不太推荐复笔。怎么复呢？就是在刚刚，你像咱刚刚画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也有用到复笔。就是说，如果一笔画出来，你的这个造型不合适，你可以再去给它加一笔。但这个时候啊，再加的这一笔啊，你也要考虑到整个你笔里边呈现出来的颜色，包括你整个花瓣的一个效果，和你刚刚那一笔是否能够衔接，也要考虑这些因素。所以说复笔要慎重啊，要慎重，不是说不能复，不是说不能加，但要慎重，小心一些。好，这里随着它这个造型也加上一些长长短短的花瓣。哎，这里不可以哟、哦！有些同学就说了，直接说了不可以，是不是？老师不太推荐，就是咱刚开始的一些同学，哎，学中国画的时候去复笔。所以为什么咱们基础课里边啊，学的梅兰竹菊四君子这四个题材呢？这四个题材，如果你复笔看得非常清楚，非常之清楚，是吧？你想想，你的蓝叶儿，你一笔画下去，粗细变化不明显，你在粗的地方不够粗，你想再加一笔，完了。你加完了，立马能看出来，是吧？一看就知道你这中间泄气儿了，啊，所以说啊，这个梅兰竹菊呢是非常能够直接看到咱们的基本功的。好，咱们再把这个旁边呢再加上一些小花苞，再给它丰富一下，丰富一下疏密关系。有时候一笔画的不好呢，所以说呀，咱前期就是着重的去训练一笔的一个效果。你看蓝叶儿是不是就着重的去训练一笔呈现出来的提案变化，对吧？咱们基础课拿那几个题材做训练呢，都是有原因的啊。蓝叶可以直接训练同学们提案变化，然后竹杆儿呢，你看画这个竹杆儿的时候，它就比较考验同学们的控笔能力了。
你这一笔下去是否能够画出来形态，是否能够通过一些提案呀，包括里边的一些藏锋啊等等这些个方式去呈现出来颜色变化，哎，它都是能够非常直接体现出来的。画几个小花苞啊，点几个小花苞就行了。一笔的花苞呢，咱们画的时候呢也比较方便，哎，肩朝上向后一压笔就可以了，简单一些，不用画太复杂。然后呢，咱们再用刚刚的那个重色呀，往里边给它稍微勾一勾，简单勾一勾就好。对，能不描就不描啊，就刚开始学的时候能不描就不描。但以后你像咱们进入到这个名家临摹、写生创作，你会发现，哎，老师开始教同学们怎么样去复笔了。那个时候咱可以去试着啊，去复笔，但那不叫描，那叫复笔。好，这里。哎，这样的话咱这几个花头呢就完成了啊，基本上它的一个直径呢都是在三分之二个颜料管的一个长度，不用画太大，画面稍微放小一点点，看看啊，哎，姿态变化还是非常丰富的，变化非常多，对吧？好，画面稍微放小一些，然后咱们开始给它加这个花茎叶片，看看右上角刚刚好在画面的右上方那个位置，然后咱们换一支大号笔，咱们去给它加上这个叶子，越描越黑。所以刚开始不要描啊，但是基础打好了以后咱后期学这个基础。为什么要打好基础呢？就是你这描一笔吧，咱们也有一些笔法要求，是吧？颜色要求。画一只大号啊，咱们画这个叶子，这个叶子呢咱们用的是赭石加了一点点墨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咱们把刚刚那个赭石的盘拿出来，拿回来，然后换一个小盘，咱给它点进去一些赭石色，不用太多，放在旁边。怎么样，这个花头同学们画的怎么样？是不是还挺过瘾的，挺好玩的？觉得不错的可以给老师回复一个小花花啊，老师再看看同学们花头这块学习的怎么样。如果说咱们觉得这个花头这块啊稍微有一点点困难，那记得咱们今天这堂课呢你就重点来练习这个花头好了，重点来练习掌握花头部分老师讲到的重点知识点。首先第一个笔法，对吧？笔法老师其实在这儿呢用到的笔法和刚刚呢画蓝叶的时候与这个叶片的时候有一点点贴近啊，它也是一个按提，对吧？按提的一个动作，像这种大叶片我就直接就是一个按的动作了，都没有提笔的动作，是不是？所以它其实笔法上还是挺简单的。然后呢就是造型上，主要可能还是造型上同学们的疑问会比较多一些啊。造型上咱画的时候呢，就是先刚开始找花心的这几个瓣儿，把花心的几个瓣儿找明白，它的一个大小啊，然后位置安排啊找明白，旁边的这几个瓣儿啊你随意去安插，就把它想象成一个小蝴蝶正在扑扇翅膀的一个造型一样，哎，就可以随意去安插。这个非常考验同学们的一个怎么说，创作能力，是吧？加了一点赭石，然后笔尖呢咱挑墨色啊，还不错，是不是？还不错，咱课下呀多画一画啊。老师非常推荐同学们课后呢能够再来一张，因为课上你画就是跟着老师算是一个练习而已，然后课后再去画的时候呢你就会加入一些老师讲到的一些知识点，同时加入一些你自己课上得到的一些理解，甚至是你在课上练习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你都会在你的画面当中哎去慢慢调整，对吧？这个时候你第二张肯定会比第一张好，效果肯定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像咱们上正式课的时候，老师也是推荐同学们哎多画两张，对吧？也不要说就是一张咱就完事了，就彻底就不再画了，这样都不太好。好，这里啊咱先把这个花茎呢给它加上，哎，这儿呢再给它来一个小叶片儿，给它翻过来，哎，老师把画面稍微放大一点，还是啊水分控制一下，因为咱现在的墨色呢是一个中等偏重的一个效果，慢慢往后画呢它颜色会越来越淡。好，这儿再给它加一个花茎花托，然后这里呢给它露一点儿，藏在后边去了，看不到了，是吧？咱就不加了啊。然后这个位置呢咱们可以从这儿开始向外压一笔，压一笔，这是它这个包片，就是花茎上边的一些小小包片而已，给带过来，先把它夹过来，然后再往后走，哎，这边呢咱们就要开始看了啊。
整个的一个叶子方向以及趋势也是先比划一下啊，先比划一下，记得 S 型。S 型稍微带一点儿，有一点点这样一个走势了，不要给它画太夸张哈，不要画太夸张，但是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趋势。哎，从这儿开始，然后顺势回过来，回过来有一个虚实，对吧？有一个虚实，然后咱们再把这个花茎呢给它穿回来，穿回来，把所有关系给它处理出来。哎，走到这儿，有个前后遮挡，好了，这样咱这个花茎到这儿有了意思了。然后接着呢，我们随着这花茎的一个姿态呀，开始画叶片儿。叶片儿呢，也是在刚刚颜色基础上我们去挑。你的表情里面没有画这个表情包，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的话你就直接回复一下老师。看来同学们还是对这个中国画啊感受还是就是非常好的，对不对？因为有没有发现这个毛笔呢，可以画出来各种不同的形态，可以画出来各种。你看，就这样一支毛笔，老师平时用大号、尖号比较多一些。你既可以画出来这种线条，也可以画出来像花头一样这样各种花瓣的一个造型，那就非常神奇。好，从这开始啊，这里也是漏风啊。这个叶片和这个叶片，它属于一类，但是这个叶子比它还要再粗一些，也就是鸢尾花的一个花叶片啊，还要再粗一些。来，从这开始漏风。自外往里去画没有问题，漏风，然后向后压笔，好，轻轻抬虚一点，有一点点赭石在其中，是吧？没关系啊，咱们就稍微给它留一些，然后呢，再去加上一点。如果说你觉得叶片不够厚，你可以再加一笔，这个看你的一个情况，就是笔没有压住，没有压太多，觉得不够厚，不够粗，你可以再来上一笔，你稍微再补上一笔，这叫补笔复笔。对吧？但是你也可以不加啊。然后这边呢，咱再给它来一个小的，哎，压过来，直接穿插在其中，来一个小的。然后下边咱再调上一点墨色，点水，再调上一点墨色，再画一个。这儿呢，我们可以直接从里往外去给它撇上一个稍微长一点的，从里往外撇过来一个稍微长一些的。哎，有这样一个小小变化，对吧？有个干瘪的变化在外边，然后里边呢，咱们再去给它加上一些小叶，看到它的规律了没有？它其实和刚刚咱画那些叶片的一个规律是有点贴近的，长、短再去破，然后旁边的这些个叶子呢，全部都在跟着什么？跟着残根的意思往里找，是吧？全都是这个意思啊。这个跟咱刚刚那个口诀，等于是又回顾了一遍。然后点水，咱们再去给它刮一刮，把里边淡色呢给它挑出来。咱们试试看啊，淡色挑出来，然后把这个叶片呢，咱给它让它来一点遮，有一个翻转的一个造型啊。叶片比较厚嘛，它难免会有一点点翻转，给夹出来一些。然后咱们旁边呢，再去给它加上一个叶子，也是让它丰富一下，整个丰富一下它。这儿来一个小短叶，好，回到里边，短叶的颜色稍微淡一点儿，可以出现一些这样的一个干笔，哎，让它的一个叶子形态呢更加丰富，更加漂亮。然后再调淡，往里边呢还可以给它穿插一些，看啊，这种位置，水分给它刮一刮。这种，哎，穿插一些这种小叶子，在你刚刚啊画过的这种香蒲的叶子里边去穿插，这样显得你这一大丛显得比较丰富了。好，这里再给它来上一笔，哎，压过来，轻抬，然后再回到根部，出现一些干笔。好了，这样咱这个叶子呢，基本造型有了。对吧？都回到根部啊，记得下方这个位置，咱往下再加上一点儿，哎，再往这儿来上一些，是不是？哎，这样就有这个意思了，对吧？然后咱们再换一支小号笔，你可以给它勾一勾里边的一个脉络，勾一勾里边的它的一个叶片的脉络。这个花脉啊，就比这个叶子的一个脉络呢，要稍微丰富一些了。它属于一个平行叶脉，对吧？叶片比较宽厚一些，哎，所以我们勾的时候呢，可以随这个造型先勾它外轮廓，
再勾它外轮廓，勾的时候也有虚实，也有虚实，然后再从这儿啊，这里再加一个，哎，里边加上一点儿，网不行了。我看看咱今天上课的人数比较多，咱今天上课的已经有13000多人。咱们的体验课程呢，属于大班授课。所以说呢，同学们如果说用的是其他网页啊等等，当然上课的时候呢，难免碰到这种网络的一个问题，对吧？所以如果同学们啊觉得这个比较困扰的话，可以进入到咱正式课里边去学习。因为咱正式课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呀？就是它属于一个小班授课，人数没有这么多了。而且呢，同学们问到的一些问题啊，老师应该都能够看到，即使在上课的时候看不到，咱也可以下课的时候呢，在咱们的学习群里边跟咱们的老师都交流一下。也就是说，进入正式课以后，你可以和咱们的老师呢，在学习群里边，多多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里边的一些技法，上课学到的一些，对吧？哎，平行页面它有什么特点啊？你看看，哎，这样带过来。它的叶子形态呀，都是平行的一个感觉。好，这里再给它加上一些，哎，这样带过来就好了。大致的给它勾一下，然后这儿呢也是，咱不要给它勾的特别满啊，适当放一放，适当的给它放一放。你的网为什么那么好？那说明你在用咱们大鹏教育的软件听课，对吧？软件听课效果会更好一些啊 好，这边啊，咱们再来后边的颜色，适当调淡一点点儿，适当调淡一点儿。它虽然是在后边，但是你也发现了，咱们画这个鸢尾的时候，整个塑造的都比前边的这个香蒲呢要丰富一些，所以它还是咱今天画面里边的一个主体。这个香蒲只是在旁边的一个点缀。好，这样加完就可以了。来，画面放小，咱们再看一下效果。目前这两个形象加一块的效果，这两个形象加一块呢，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但是还是觉得有一点点的，缺点什么，是不是？所以我们在旁边呢又加了第三丛的这个小香蒲，在这儿加了一小丛，非常小。就几笔，其实它就是在平衡你的这个画面的一个布局。你看，整个上边，哎，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话，感觉堆堆的又不太好看，是吧？所以我旁边，给它留开一些空间，我再来一组，这样它形成了一个疏密的关系。有了这个疏密关系，它就显得更加丰富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同学们？来，咱们来试试啊！把刚刚那个绿色拿出来，咱们调淡一点儿，整个调淡一点儿。这个就是一个点缀，所以说呢，不需要给它调太重，不需要特别的显眼，就调淡一些。好，再来调一调。然后在它的右下方啊，你看，你不能再跟它一起去了。要表现疏密的话，要给它进行布局的话，就一定要跟它分开。这样的话，它才能看上去更加舒服嘛。在它的右下方，大概是在中线的左边一点点就好了，大概是在中线的左边一点点。然后呢，长度也不要超过这个鸢尾，咱就比它低一点。哎，就在这里边给它稍微破一破，姿态上稍微带一点点小变化，随着它上去，咱给加一个，就加一组就可以了啊。这个同学们找准位置，这个位置啊，你稍微偏差一点，离得贼老远，这样也不太好看。所以说呢，还是尽可能靠左。尽可能的靠左，因为这样的话，左半部分就是它的一个起点。好，从这儿漏风向后压笔，同样的技巧，咱们再来一遍，一笔，对吧？然后旁边呢，再画一个长叶折叶，送出去，送出去一些。然后再往旁边，哎，你可以稍微给它来一个胖一点的，变换颜色，变换一些颜色。然后里边呢，咱们再去给它丰富一下小短叶儿。哎，去自己自由的去添加一些就行了啊，这块不用太过死板。好，后边我可以再稍微来一遍，再来一小片，哎，这样一小组叶片就行了。然后咱们在这个颜色基础上，哎，多调一点点的赭石色，比肩多调一点啊。
但是这个多也比刚刚你画的这些个颜色再重了，比它稍微淡一点点，毕竟是一个虚在后边的，所以说就这样一个效果。然后这个呢，咱就比较重要了，因为你刚刚叶片全部都朝右边撇的，所以说咱这香蒲呢，让它稍微往左回一点，哎，有让它有个小的趋势变化，往左边回一些，啊，再回到这里边静，对吧？缓解，这样就可以了。哎，上面里边再给它加一点，你看，这样它有个疏密。当然，我们现在刚画完啊，它整个的一个颜色呢会偏亮一点点。等它稍微的干一些，它颜色呢就会舒服一些，就推到后边去了。好，再加一点点的重色，咱把这个花茎这个中间的叶子的根茎部分给它加一加，点上一点，撇上一些。哎，这样加上一些，哎，不用全部都加，到这种程度差不多了，可以了，是吧？好，这样加完了，两组有疏密了，看上去还舒服点儿，是吧？但是还缺点东西，还是缺这个布局吧。就是在你画完了以后啊，你去看你的作品哪儿不舒服，咱就加。中国画只能做加法，不能做减法，所以说呢，同学们在加的时候一定要深思熟虑。一定要深思熟虑。你看到的一些作品，就是越小里边物象越少，它越好画；反而是越大的里边的物象越来越多的，它的布局就不好排布。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前期啊，咱先以这种小品作品为主，然后带着同学们去学，简单了解一下里边的章法。但其实章法只有这些吗？不仅仅是这些，对吧？你想画更大的四尺整张的，你怎么办呀？哎，你就要学会怎么样去加，怎么样去填里边的一些东西，填里边的一个内容，对吧？所以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啊。好，刚刚咱们利用了疏密虚实给它加了这一组，接下来我们再去通过一些，你看啊，整体的一个东西来看。我们的所有的叶片儿，它都是长叶型，分布的非常的多，很散，这叫零散的一种，这是一种零散的效果，对吧？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给它一点整的东西啊？是不是得给它一点整的东西啊？所以说呢，我们下边给它稍微来一点点这种土地的一个效果啊，加一点点淡墨，加一点淡墨在赭石里边。然后呢，我们从这儿开始点点点。既然是整的，那我们画的时候呢，就不要太碎了啊。大笔去挥写，你看点下来，哎，高高低低点下来，干湿变化点下来，好，这样带过来，然后慢慢的，咱往后呢，颜色逐渐变淡，这就是零和整它的一个对比。好，往旁边啊。这个我不知道同学们能否理解啊，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所有的章法布局都和咱们那个中国哲学里边辩证统一的一个观念有关系。你想虚实、疏密这些个东西，是不是都是对立的呀？对立且统一，对吧？咱 们说一说就说多了，同学们慢慢理解啊，这个东西慢慢理解。好，这边点上来了一些以后啊，它整个的一个效果看上去就更整了，对吧？那种碎的东西呢就少了一些了。哎，我们再把颜色调淡一点儿。正在画的是不是土啊？是的，是的，可以这么理解啊，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中国画本身它是一个意象的表达，你把它里边想象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物象，哎，把想象成这个土、草地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的。啊，往下再加上一点。哎，这样就有了，是吧？这样加完了以后，又回过来分析啊。这样加完了以后啊，我也觉得呀，这个画面是整了，零碎的东西也有了，哎，然后虚实的东西也有了，但是呢，缺点重色，对吧？画面压不住。压不住，那我们就选择了旁边啊，给它加了这么一小组的竹叶，而且是用浓墨画的，没有调浓淡，直接用浓墨表现的这么一小枝竹叶。看，
其实就是在丰富画面。所有的这些啊，所有我们画的每一笔，其实都是在不断的为整体考虑，而不是说为单笔的这一笔我要让它漂亮，我要这个颜色和老师的一样，而不是这些，而是要去考虑整体。你像刚刚咱画的叶子颜色也非常浅淡，然后旁边这些颜色也非常浅淡，然后呢反而主体这部分呢在后边它挺深的，有点往前跳，对吧？这样的话它这个关系还是有点乱，所以我们在前边呢加了一组重色的浓墨的竹叶，去给它再压一压整个的一个章法，整个的一个效果。来取浓墨啊，刮一刮小号啊，不对，老师这个是中号，老师这个是中号剪好啊，中号剪好，泡一下水，然后呢再直接去取浓墨，水分呢稍微刮一刮，调一调，没有换别的颜色啊，然后在它的左下方咱们给它加上一小段竹叶。竹子长在地上，我想问同学们，竹子不长在地上长在哪儿？长在天上吗？虽然我们理解的这个竹子肯定是有大有小有高有低啊，但是呢它肯定是从地上生发，是不是？它刚开始长它就会有一些竹叶的啊，它不是说就是我们一下子窜老高，我们可能看到的都是那种大的那种笋，对吧？像那种北方的那种小的比较细瘦的那种竹子，它是不至于长那么老高的笋的啊，长不了那么些。所以说这个竹子啊做点景高低都可以，很有意思，对吧？可能问这个问题的肯定是咱们的南方的同学了。南方的同学看到的肯定是那种特别大颗的竹笋，然后直接窜上去再长叶，是不是？好，从这里开始，这里加上，哎，加上一小段枝，然后这儿呢再给它向下分布一小段枝，因为我刚刚点完嘛，所以它稍微有一点点阴。哎，那没关系，我们画的时候速度稍微提快一些，哎，加过来，这样带过来，对吧？带上一些小枝，这个小枝啊，你穿插的时候呢，就注意一个要点就行了。有主枝，那我们就往旁边呢加辅枝，让它有一些主辅关系就可以了。然后随着它呢，咱去加叶子，先画在这儿。这儿一小段啊，顿笔提，然后旁边呢顿笔提，这里加上一小笔，对吧？然后中间呢可以铺一下它，加上一小笔，因为现在还是有一点点湿，所以它会阴开。同学们可以等一会儿再画啊，你现在重点先看老师这儿，先重点看老师这儿，然后再来往后走。这边咱们也是随着它这个枝造型一笔压住，往后一提，往旁边来一笔小的，这里呢来一笔粗的，然后呢进行变化，好，里边再来上一小笔，哎，这里加上一些小的，破一破组合关系，破一破，对吧？给它加上一些，然后后边呢咱们可以再给它加上一些破的，哎，长叶，然后让它有一点点小小翻转，哎，这里可以稍微往里边来上一点儿，对吧？可以在这儿进行一些组合啊，然后这里点上一点儿，这里来一个小的，然后旁边再去给它加上一个小的，这里边组合关系啊，咱们在穿插的时候呢，可以稍微自由一些，看左右长短粗细都可以让它变化一下，哎，这样来加就行了。啊，老师这个音的有点厉害啊，就是因为是声宣。音的有点厉害，同学们知道这儿咱们画的时候一个基本笔法就好了，好吗？好，然后这边呢咱们也是啊，再给它加上两笔穿插在其中，哎，这里对应的一个位置加一个小的瘦的，这样一整组的一个竹叶就完成了，组合关系就是这样，但同学们尽可能等它干去画就可以了。好，这样咱们这个